少年是我的初恋，当年他爸跟我妈要结婚，我们就要变成兄妹，所以就分手。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你跟永年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事？好怕我这辈子都不能幸福。你一定会幸福的，我保证。嫁给我吗？TV 的粉丝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牙周怡佩。最近呢，除了天之娇女这个作品之外，我的另外一部作品一个屋檐下也即将要登场，请大家引颈期盼一下咯。然后最近疫情的关系啊，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的防疫，而且天气也渐渐慢开始转凉了，除了雨具啊、薄外套啊都要记得带在身上哦。